大家睇我企嘅地方系咪好熟口熟面呢？系啊，我又嚟呢度啦，世纪广场。收到朋友嘅通知啦，呢度都有平口罩卖，大多大嘅百货中心。咁我哋入去睇睇，系唔系真嘅？發覺咧呢度果然有超平嘅口罩賣喎，19.98，50個，從來未見過咁平啊！有呢種啦，同埋呢種，咁樣呢家就係賣緊。19.98就係呢兩種嘅三層嘅一次性口罩，咁就暫時嚟講係最平最平啊！聽職員講咧，今朝早咧未開門就已經有人喺度排隊噶啦，仲未做到限購嘅。另外咧，我發覺咧，其他嘅洗手液啊嗰啲咯。一樣係大減價，包括呢隻新嘅係世界衞生組織嘅配方嚟嘅，80% 免洗酒精，即係話可以洗可以噴手嘅，或者係其他嘅嘢啦嚇。咁樣都係3.98，哇！355ml。呢只就係韓國嘅咯，70% 嘅可以洗手嘅。另外5.99，哇都好平。另外50個嘅一次性口罩啦，兒童 size。咁呢個係非常少見㗎，我喺出邊嘅其他超市啊地方啊。其他地方啊，就算係唐人超市都好啦，我都未見過有兒童口罩賣嘅。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，要揾就要買就買。啊，另外仲有呢個兒童嘅 N95 立體口罩，哇！立體嘅 N95。都喺呢度揾緊，揾到。睇先。哇！另外呢只冇乜幾多咯噃，呢個50個嘅，一次性嘅呢個係細路用嘅，小朋友用嘅。2022，一樣係三層嘅，呢個比較少見啦，喺其他嘅。地方加拿大啊嚇，我都未見過。係啊。都係得翻好少啊！呢只兒童口罩就，係怕佢要補貨咯呢日。另外啲一次性手套。哇！兒童手套都有啊！呢個可能啱我都未定。一次過399。韓國嘅 N94。都有 PM2.5 嘅。有啊，有陶瓷的有啊，麻包啊，可以包醋的可以，麻包有。呢個係韓國嘅，哎呀，攞嚟睇下。這個是沖劑，這個是膠囊。呢個就真係美型頭人啦。這個是粉粉。
真係韓國做嘅啦。兩盒才20，大家一盒12磅。咁、我上一次买了20块呀。另外呢啲都有个一次性使用嘅医用口罩咯，医用口罩喺呢度。另外我发觉上次我买嘅莲花清瘟胶囊，减咗价喎，20蚊两盒，即系10蚊一盒啦。12蚊就一盒，買兩盒就20蚊。另外仲有一個蓮花清瘟攞粒，20蚊。發覺都係減咗價喎。是的，這個更講究厲害，這個是兩盒才20块钱。哦。明白嗎？這個是膠囊，這個是衝劑。哦，衝劑。嗯，顆粒的。顆粒。我看看先。嗯，诶，攞嚟睇睇，呢个咧就原来系攞粒喎，莲花清瘟果粒，咁话可以唔使好似胶囊咁样，好似药丸咁啊，呢个应该系即系冲水就饮得噶啦，呢个。是咯，每次就一袋咯，咁一日就三次咯，即系一日就三袋，入边就有10袋，即系话可以三，可以3日嘅份量。呢一个咧，莲花清瘟胶囊咧。就有24粒裝嘅，同上次我買嘅一樣咯。不過平得多。都希望我唔使用咯，如果唔係都可以翻嚟補貨嘅。咁據我所知啦，北京嘅同仁堂啦都有蓮花清瘟膠囊賣，但係佢哋就個價錢應該係貴咗啲，比呢度貴咗啲。呢家係10蚊盒，買兩盒，20蚊抵。